宋国主。幽府是什么样的？他们说，在冥界有一条忘川河，人死了，喝了那条河的水，就能忘记前尘旧事。你说，我母亲会不会已经喝了那条河的水，已经把我给忘了？李希，我真的是个运气很差的人。我刚出生没多久，我亲爹就去世了。我与我母亲分别了5万年。好不容易重逢，连话还没说上两句，他就不在了。这些都不是你的错。我又有什么错？不过是运气差罢了。你要走了，你要与我一起走吗？如今国主之位空悬，朝野动荡不安，山灵族怕是要迎来一场腥风血雨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得留下来。我会时常来看你。等到我们查出你母亲的死因，我们就好好的在一起。我母亲为人宽厚，少与人结仇，谁会杀她呢？我对我母亲过去的事情不了解，就只能从别的方面入手。母亲身为一国之君，她不在了，谁会趁势而上，成为下一任国主？我们等等看吧。